阿古斯麦田不是在房子吃过，好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那个什么来着，期待一下哥布林轰炸法师。是我们瑞根还是米马菲丹？我觉得应该是米马菲丹，因为近期控制下来很重要。第二张火球，第二张阿古斯，这牌有点优质啊，其实美颜喷涂好了。这每个超多有稀有度，而且普卡也都很好。嗯。啊，好像应该选暴风雪，我的错，选错了，神经吧，十二血狙，第二张神经，两张神经，寒冰剑，水元素，烈焰，暴风雪，法力龙脉，法力龙脉有点强啊。第三张巫士，我是法力龙啊。我觉得要选一些高费手下，选个低号的嘲讽，感觉需要抽牌耶、欸。第三个火元素。但是我后期不够力的问题，两张烈焰，砍战，我要砍战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啊？怎么了？没有给你跳？啊？念书。好，棒棒。原来一直跳是用念书的意思。这一副基本上应该至少会有三成，因为打快攻，基本上是快攻啊。我先截图，三张火球了，还能不快攻吗？我一堆两费的手下，该不会抽到两张烈焰吧？我没看错，这是我最高费的三张牌。超扯，超级扯。谦恭哎，直接谦恭一个三二，我无法理解。来出钱，用钱币出个四费手下，请用钱币出个四费手下，雪人。这有点问题。没有问题。哎，好酷！
把这一副放到旁边。为什么不打王者 buff 的小兵哦？因为他一直抽牌，我跟不上他的节奏。你让他再多抽一张，你就离那个那张大力正极，如果不正极掉，会一直抽牌那张的话，基本上会爆炸啦。老脸，老脸，老脸。阿古斯。Well met。等烈焰喽。胖悠悠，谢谢你的 follow。我点了不该点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一副放右边来。哇，看超级短。短没有错，只要是12点爆发。这应该是暴富。我只觉得还没做完就撤完。不会放到死生出来的东西身上。哦，应该是因为他是先烈焰这个，就是秘法克星先死，然后触发报复吗？还是他先死然后触发报复？哦，应该是秘法克星死的时候没有触发报复，然后麦田死掉的时候也没有触发报复。然后是等到这也要爆裂焰，我手上握着18点突发，应该是第几个死的时候？比较想出他，因为他前行，所以只要他打到脸，然后火球打到脸，然后他还会回两滴。不过我这里是13点的突发，我靠，这样就难讲了。出来什么东西？
哦，这我喜欢。我来帮你吧。这个我喜欢。他如果坦的话，我丢火球给他，还是会挂。归类归好就好了，还是一定要弄好看。完工了。那你需要自己思考这个声号的问题，现在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。哇，圣光术各种治疗。好险只有一只，这边是六，六加六十二。身为法师，注定要铤而走险。都不信你还有治疗，圣疗术。他应该没有那么多主发了。没有。哇，治疗图腾，这是 GGG 的新图腾，活力图腾。所以这一副的主题应该很明显啊，就是狂打脸。好，今天最后一场。双火球小火球，丛林爆不是一期。双火球小火球丛林爆十二三十七，我记得好像不，我记得刚好状况好像不大一样。不过我也不清楚。他刚连续用两个补。这手还蛮不错。问题是我想要留哪一张，或者说要先出哪一张？这样我先出，应该先出非常少。然后希望他没有法术可以解。不信这么多两费手下还会被 rush 爆。没有死影传肉。哦，抽牌了，那他这样可能会爆炸。哇，还丢牌，丢魂魄，你这样不行啊！
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会爆啊！第四轮还不能抽牌，那第四轮用两人水晶抽牌的话，会爆炸。我会怎么说好啊？可以打脸了。哇，这是一张换掉水元素的是非手相。这样子的话可以防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不过这样是有可能有一些奇怪的 AOE， 他如果有地狱烈焰或者是暗影纪元，我可能会爆炸。嗯，厄尔格佐佐，华盛顿为阿古斯而举，三番，攻击完全不够啊。也是全部换掉算了。比较好，我想办法做一些有利的交换。哇哦！现在有人选召唤小众了。天哪！烈焰，拜托，请给我烈焰，我需要你。我求，可能还可以。哦。狗狗万岁！哦，漂浮，姐呢？希望狗狗不要死，狗狗不死，我才有希望。哇，天哪 ！No， 这样它会长大。算下应该是没差。我是女神的导演。他如果用这个换这只，然后这现在是一个88，所以理论上，可他如果这样撞进来的话，我还是会缺一点攻击。请打我脸，打我脸，打我脸，打我脸。哇，真的打我脸！天哪！哎，这只没死。对啊，这只没死，你不应该这样说。神经。我赌下一抽神抽火球。
哇哇，他该不会打过这个坦吧？啊，这局。也可以这样子换啊，不过这样他就会直接吃掉我的嘲讽，那我可能还是没有救。这五点打进去还蛮重要的。嗯，剩一半，我没十二点。嗯，没有不一样，我出错了，那就是出错啦，抱歉喽。看一下，我搞不好有 VOD 可以来回顾一下。嗯，先看今天是7。档案已在使用中，哦，所以是3。哎，不对，法师还没出来。嗯，我等一下来验证一下。等一下出巫师，这是三飞。可前提也是他这一轮没有另外一个一飞手下，或是没有用钱币出一飞手下，两飞手下。就可能可以跟他换。他钱币已经用掉了。他没有奉献，帕雷，他没流血。理论上我这样应该有赚一张牌，好像有赚一张牌，因为我用凡人解掉了两张牌，不过应该是说我用火焰冲击解掉一张牌。很执着欸，可以有一个两费的火球，应该要先解掉几个。小牌超多，科多，真是个好科多啊！丛林棒，
我想留火球。可是也不是说想留就留得了啊。等一下，这两个是五点的 combo， 五点的叫什么来着？这样怕风险。可是我会赢的状况就是一直狂打他脸，没有其他方法。我想出这个，其实建立这两个好像就够了。扣个 AOE 可能比较重要。哇，第二把正义。在毒火球啊！天哪，天天毒火球。毒火球好像不会杀一滴。我想想，来个秘密吧，圣骑。来个秘密吧，我需要你的秘密。
要等烈焰。又要等烈焰啊！阿古斯，太扣一张牌，前来报道。为了十字军，喂喂喂，快叫不行啊！一枪，瓦尔顿为阿古斯而死。我靠！前来报道。哦、oh.